员发帖举报上海公安民警涉嫌违法违纪。10月10日上海警方发布警情通报，表示上海公安机关高度重视，已成立调查小组，并多次联系崔永元先生，但尚未得到其回应。警方表示将继续联系崔永元先生，希望其也能主动联系警方并支持配合。相关举报问题一旦查证属实，将坚决依法依规处理。